众请合掌。恭请法师慈悲授课，顶礼法师三拜。不为礼。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很高兴啊，又有啊一个礼拜一次机会啊，跟大家一起学习交流啊。这个课程呢，我们开基法师还是勉励承德还是要继续讲下去啊。那现在的状况啊，承德是想说呢，我们每一次课程呢，看能不能调整一个半小时。上一次跟大家说，这个面对境界要清楚啊，所以现在体力没有这么好啊，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哈，尤其呢自己分析起来，这个身体啊不好呢是果啊，原因啊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太逞强了，身体透支了，这样呢流弊太大，人家看一看啊，学传统文化的身体搞成这样了，不敢学了。我记得曾经遇到一个同修啊，他就对承德讲，这很多年前了承德还没出家呢，他说到说，蔡老师啊，学传统文化的人都像你们这么瘦吗？那个你们的意思是不只是承德了，是承德的团体啊。他可能看了好几个都很瘦啊，那事思明呢，听是聪呢，我们听人家讲这段话，他言语的口气，他脸上的表情啊，我们一看一听，人家有点害怕了。假如学了之后都像你们这么瘦啊，我看我得考虑考虑了。所以师长老人家讲经的时候也有强调我们得表好法身体健康表好法。最近啊也遇到同修啊，有谈到呢，他们那个地方呢，学佛啊，有一些学佛啊很多年了，八年十年了，甚至于呢还在给人家辅导经论呢，都属于老修了。有一些新进的学人他们刚接触一起来参与课程呢，结果呢人家一观察，哇，你们这些学了八年十年的人呢，
夫妻关系啊处不好。我们这个没学的都比你们家庭幸福，夫妻和乐啊。哇，假如学了之后变成你们这样啊，我们不敢学了。哎，真的哦，那不止一个人哦，啊，一批心静的人呢、啊，看了这个现象啊，全部不学了。哦，所以这个表法啊，净业三福里面教导到啊，啊，劝静行者啊，啊，这就是为人演说啊。这个是我们呢，要在起心动念、一言一行啊，勉励自己呀、啊，我能不能为人演说啊？好、哦，《了凡四训》里面呢、啊、有讲、啊，什么是善，什么非善。在谈到这个是善非善当中啊，有开解道，这个了凡先生开解说道啊，不论现行而论流弊啊，我们做一件事情呢，不能只看眼前的情况，还要看他后面有没有流弊的问题，副作用的问题，不论一时而论久远，不论一生而论天下，这一句也要变成我们在思维事情的一个标准呢、啊？眼前啊、哦，好像这个事情啊，应付过去了，可是后面流弊很大，就不行了。所以打肿脸充胖子，那后面铁定会出问题的。所以任何时候啊，都要注意表法。所以这一点呢，承德自己是很惭愧啊。那惭愧呢，接着要奋发改过啊，就不能继续顺着个性啊，做事太逞强。这改习啊，为立命之基啊。改变命运最重要的基础是什么呢？改掉习气。习尽业自消啊。这个习气啊，性格改掉了，业障消除啊，烦恼会轻了，智慧会长了，命运能够改变了。哎，我们仔细观察改变命运呢、啊，并不容易哦。改变命运，有一本教材呢，特别精辟啊，《了凡四训》呢。那我们要看出啊，了凡先生是怎么改变命运的。
要观察他的因缘呢。他改变命运呢，很重要的一个助缘呢，是云谷禅师啊。啊，其实他知道自己的命运呢，十几岁的时候就知道了，知道的很早啊。包含啊，他哪一天寿终正寝了？啊，孔先生都帮他算定了，那考第几名呢？啊，哪一年啊当卜领，哪一年当贡，贡后某年啊还可以去当个官啊，四川一大爷，你看都给他算的这么仔细呢，这命运有没有啊？真有啊。但是每一个人每一天呢，他的命运是有加减乘除的，他的福报是有加减乘除的。但是一般的人呢，都是加减，加一减一啊，幅度很小。乘除啊，就不一样了。啊，说一个人的福报乘以二，乘以三，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量大福大，能改变命运的人呢，一定是发大心，发菩提心。所以师长老人家有提到哦，李炳南老师有智慧的善知识的，他一看到学生呢，看他的面相呢，知道啊，福报不足啊，短命啊，劝他讲经，弘法利身呢，扩宽心量啊，哦，而且弘法利身呢。就像我们当老师啊，一个学生受教了，哇，不止他受益哦，他的后代子孙呢，的命运呢，都可能因为这个老师啊转变了。所以普贤行愿品讲到，诸供养中啊，法供养为最啊。啊，《金刚经》里面多次较量，啊，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都比不上四俱寂的功德。啊，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再多啊，它也是有数量的。好，而且呢，财宝能解决的问题啊，是物质的问题啊。啊，物质问题呢，解决一时的问题啊。啊，但是佛法呢，经教呢，那有可能他听懂一句了，他就了脱生死了，彻底解决问题了。哦，那物质问题那都是一时的问题，
解决不了彻底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呢有机会把圣教啊供养给他人，传授给学生呢，那也是我们的因缘福报啊，是我们的福气了，我们的福气了，所以承德自己是觉得很欢喜，自己能走上教育的工作。读小学二三年级，回到外婆家呢，做什么事啊？做生意啊。你们有没有见过那个小学二三年级啊，回外婆家不玩耍啊，做生意的？你们见过没有？你说我这个亲戚里面啊，也没有人在做生意，怎么这个小孩不知道从哪学来？哦，这人都有过去生的习气呀。我记得第一批生意本钱台币28块钱。那个给人家抽的抽一只5角钱。总共有80张呢。这样抽下来收了40块钱。减掉本钱28块赚12块钱。好像那时候那个有那个番薯糖啊，憨鸡藤嘛，是从那个小本生意啊开始赚起的。而且很吝啬啊，你看这个习气很重啊。后来是遇到师长老人家的经教了，开始扩宽心量了，转变心念，转变价值观了，才走上教育的路啊。所以佛门说总在遇缘不同啊，人生的缘重要啊。所以了凡先生改造命运呢，就是遇到云谷禅师。当然我们看了了凡四训呢，我们从事教育的人或者我们学圣教的人也要自我期许我们能当亲戚朋友学生的助缘当他们人生的云谷禅师是吧。了凡四训好多学处呢，每一个人物都是我们的学处啊，云谷禅师是不是我们的学处啊？古禅师学习他跟了凡先生互动的智慧在哪，我们可能就没有深入去观察了。我们看云谷禅师怎么跟了凡先生互动的了凡先生跟云谷禅师一起打坐3天呢，哇，这功力也很高这个承德坐30分钟就腰酸背痛了。这也很惭愧这个功夫都要练了
对坐三天呢，看他没有一个妄念，哎，就问他，哎，都没有妄念，为什么？他说有什么好想的，命运都算定了嘛。云谷禅说啊，我本来以为你是豪杰，原来你是凡夫啊。你看这种应对的，让对方啊很想了解，什么是豪杰呀？命运真的可以改吗？所以了凡先生接着就问了，命运可以改吗？云谷禅师很肯定了，说到了，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啊，这是诗经的话呢，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啊。这是尚书的话。大家注意哦，云谷禅师是先讲儒家的教诲哦，接着才引出了六祖坛经啊。六祖曰：“一切福田不离方寸呢。”这个也是知所先后，这个讲话先讲什么后讲什么，给人的感受不一样哦。假如云谷禅师先讲六祖云可能这个了凡先生那是佛家讲的，他是个儒生呢，他读儒书的，你先举儒家的，他很亲切呀、啊。对对对，这个经典里面有这么讲。而且云谷禅师举佛家的经典，那也是一般的读书人读过的。一般读书人，《金刚经》会读啊，《六祖坛经》会读。你看我们在跟人沟通的时候啊，都会引出共通语言，这谈起来才有共鸣呢。我们一谈话，没有顾及到对方能不能理解懂不懂这些经句啊，一谈就如入无人之境啊，讲的都停不下来啊，也没有注意到对方到底听懂不懂啊？甚至谈的人家都在打哈欠了啊，我们还是津津有味啊！人家一直在看手表了啊，我们都视而不见啊。那这样谈话谈下来啊，我看效果不会太好。所以有时候我们一执着起来啊，哇，那真的是什么都看不到了，一直成病了。所以这当父母的人呢、也不能一开口啊就讲个没完呢、就停不下来了。所以要把父母当好啊，也得要改习气呀、治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任何一个行业要做成功，修身为本。人生任何一个角色要把它扮演好，也是要修身为本的，也是要改习气呀。
我们看到经典这些句子都不能划过去啊，要放在心上啊。不止这个理放在心上了，这个理啊要延伸到我的当下，我的处事待人接物当中，我有没有时时在提醒自己修身为本啊，甚至于我思维，怎么修身呢？具体呢？要从啊身口意下功夫啊。佛家讲十善业道啊。念头啊，不能起贪嗔痴啊。身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口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我们有没有养成一个习惯？理事圆融，理事不恶。我们听了一个道理啊，马上跟生活工作处事待人融合在一起，不恶法门呢、在哪里不恶啊？理事不恶啊，解行相应啊。心行一如啊，都不能是恶啊，恶是分别啊，这个不恶，我们要好好去体会它。经典是经典，我还是我，那还是恶了。经典跟我完全融成一体了，所以佛家讲这个入不恶法门，不恶就不能分别啊，不能执着啊，解跟行啊，要是一不是恶啊。身佛不恶啊，冤亲平等啊，这些句子都在教我们不分别，平等恭敬，平等慈悲啊。我们受持这些教诲，就把分别执着慢慢慢慢的放下来。好，那云谷禅师他跟了凡先生沟通，也是通达人心呢、先讲儒家的这个共通语言能接受啊。举的佛家的也是他熟悉的，一切福田不离方寸呢、从心而觅，感无不通啊。他就容易接受了。我们今天跟孩子沟通，跟亲戚朋友沟通，他们不接受。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呀。是不是我们在态度上在讲话的时机上
在言语的善巧上有不足的地方啊，产生这个沟通的效果不尽理想。立事练心呢，经历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能得到启示的。修行是面对境界要清楚啊，今天沟通完了不尽理想，我们也不能白经历这件事啊，总结总结，我们就汲取宝贵的教训呢，所以群书之要，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大家有没有听过群书之要这一句啊？有听过啊？听过，这是一句理啊。我们听到这一句前世不忘后世之师，我们有没有静下心来想一想，我前面几十年走过的路啊，对啊，前世不忘啊，人没有真正反思清楚啊，人生前面走过的路啊，同样的错误，可能在今天或者以后又会再出现。所以这个检讨重要哦，这样才是理事不二了，理事结合起来了，包含我们人生几十年有这个反思，甚至于是反思的更细致一点，夫妻关系走过来那么多年了，哪些问题应该改善呢？我没有认知清楚啊。包含教育子女有没有这样真正沉淀下来反思反思，反求诸己啊。其实啊，了凡先生跟云谷禅师的对话，就是因为云谷禅师啊，让了凡先生反省自己了，所以他命运才能改啊。那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也能形成反省反求诸己的人生态度，我相信每个父母都希望了。但请问这个态度是要求控制来的吗？我想不是。是什么？是父母在他们成长过程中看到了父母就是这样在处事待人的，那孩子潜移默化就形成这个态度了。你说他什么时候形成的啊？哪一天啊？哪一个时间？我看不大可能能算得出来。他就是在不断父母身教的熏习当中啊养成的。有时候我们
刻意要求啊，甚至有控制，反而适得其反哦。哦，我们不能干那个适得其反的事情哦。好心啊，办了坏事啊，往往都是太着急了，甚至是我们没有从根本下手。根本就是刚刚大学说的，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我们希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思考事情都是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但是我们得先展现给他看才行啊。知所先后啊。言教啊，一定是建立在身教的基础上，才会产生好的效果。所以古人留了两句话很精辟啊，身教者从。我们有身教了，我们的孩子学生自然而然跟着我们，效法我们。身教者从，言教者送，争送啊，吵架了，对立了，不服气了，比方说孩子你要孝顺哦，孩子说你对爷爷奶奶又不孝顺，你为什么要求我呢？言教则讼啊。我们看天下父母，有一次是访问翟俊杰翟导演，他也是当时候也是应该是60多岁的人了。他说人生最幸福的是什么在我这个年纪啊，推开门还能喊一声娘。他觉得这是他人生的幸福。那我们可以想象啊，他多珍惜可以侍奉母亲的时刻啊。他是导演，想必啊非常忙啊。但是呢，母亲的脚趾甲都是他剪的。结果有一天他的儿子啊就主动的跟他应该是他在剪的时候啊，儿子爸今天这个我来吧。你看他也没有去叫他儿子做啊，他儿子就主动来承担一些照顾奶奶的事情了。好，那我们看到云谷禅师在了凡先生讲到命运不用想了因为什么改变不了啊，那接着了凡这个云谷禅师并没有给他讲道理哦。假如这个了凡先生说命运都被算定了，不能改变了。这个云谷禅师马上说可以改啦，是你习气太重了啦，你心量不够大啦。可能这个了凡先生越听头
低下来，不是很欢喜的。为什么？成年人，你不能一套一套大理跟他讲。了凡，这个云谷禅师怎么做的？汝自揣阴德科地否？阴身子否？那反问他，这个是教学的智慧哦，应对的智慧哦。了凡先生，吾追醒良久啊！你看一个问话啊，让了凡先生呢反思他的人生哦，没有着在一个啊命运不能改善了。哦，结果了凡先生想了很久啊。自己讲不应也啊。假如云谷禅师说我看你这个样子哦，你根本就是改变不了。好，难怪命运被人家算定了。这个我不应该有功名啊，不应该有子嗣啊，是他自己反省出来的。好，我们有时候一跟人家沟通，跟孩子跟学生的，你的毛病就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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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的要不呢他信心都没了，要不呢恼羞成怒了。我们讲到人家恼羞成怒啊，也要反省反省，这个言语有点过了，不能人家恼羞成怒了我们还是觉得你看好面子啊，没有善根啊，谈话啊要含蓄啊，要柔软啊，要顾及人家的面子啊。所以格言别录里面讲言语啊要含蓄，忌太近，话要点到为止啊！不要好啊！我今天抓到这个机会，非得讲个痛快不可。就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接受，对方的感受了。怎么看对方的接受啊？看他的眼神。所以要含蓄，忌太近，要委婉，忌太直，那个话不能一讲就戳到人家的心脏了，要委婉一点的，忌太直，要疑似，忌太真。哎，你这样哦很可能后面会有问题哦，很可能的疑似。我跟你说啦，你假如这么做，你铁定完蛋啦，这个太真了，人家一听呢，心里有抵触了，我就偏做给你看看。哦，所以古人能讲出这样的法语啊，你说他在言语下了多少功夫啊，他才能总结得出来啊。言语啊真的要下功夫的。孔门四科啊，德行言语正事文学。言语还摆在正事啊办事的前面呢。好，我们想一想啊，讲话都不能体恤别人，你能派他去办事吗？我看有点悬。
有点危险。好，所以了凡先生跟云谷禅师这个谈话，内行人看门道啊，我们学经典要越学越内行啊，要用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呢。了凡先生有我们的学处，里面的人物啊，也有我们的学处啊。所以云谷禅师在跟了凡先生的引导过程，太多学处了。我们有没有感觉到他导而浮谦？礼记学记啊，导而浮谦，引导他，不要让他感觉硬拉着他。循循善诱人呢、这个《论语》里面颜回夫子提到孔夫子，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呢、云谷禅师也是啊，抢而弗抑，抢是鼓励他，不否定他。现在的孩子有信心的比例不高哦，很可能我们父母老师常常都是用这种否定的言语，到最后他就没信心了，甚至不让他有机会承担锻炼，什么都给他做了，他的这个动手动脑太少了，做什么事都有点怕怕的。人从不会到会都有个过程呢、当父母老师的当然要制造机会让他们锻炼了，让他们承担了。像承德是在城市成长的啊，这个也没有耕过农啊，也没有种过地呀、要去跟人家帮忙一些农事啊，也都是笨手笨脚的。去帮忙摘摘黄瓜啊，摘摘芸豆啊，结果这个我也想去体验体验生活包含呢我是这个脾胃啊不好要多踩踩大地啊，不要常常只关在办公室啊，关在房间里啊，接接地气呀、脾土脾土嘛，这个脾胃要好，要常常踩在大地上啊。结果，这个踩东西啊，也都要很有经验的哦，也要很有判断力啊，比方说你踩这个芸豆。你踩早了，说不定它还可以长更大的。你晚踩了，它粗了，你不能卖给客户了，太硬了。哇，你看中道在哪里呀？不能过，也不能不及呀。这时节因缘都要抓好啊！这个话呢，讲太多，对方讲太少，对方没听懂；讲太多，
对方感觉太烦了。哦，不远人啊，这中道在哪？我们当下人面对事啊，能不能中道啊？恰到好处，不过也不不急。好，那我采完，好，拿出来，好，我们这个农场主人一看，好，哇，你第一次采啊，就能采这样啊，100分啊，其实我想可能他一看呢，可能心里还在啊，这个淌血是吧？哎呦，怎么踩这么小？哦，没关系，自己吃吧哈。但是你看呢，给我们这个第一次去学习的人充分的信心啊，踩第一次这样就100分了啊！我以前踩第一次踩都没踩你这么好。啊，这个叫强而服易啊！啊，强鼓励啊！啊，一个人的信心啊，就是在鼓励当中啊，慢慢建立起来的。啊，开而辅达，开是启发他。不是一直灌输，一直给他讲道理而已。所以我们看云谷禅师导而浮谦，强而浮易，一直在鼓励了凡先生。血肉之身尚然有数，义理之身岂不能隔天呢？我想这句话一讲，了凡先生就充满正能量了。开而辅达，他都用启发的。汝自揣阴德科第否？你看，用设问启发他思考，启发他反省。好，所以了凡四训呢，结合了袁了凡先生呢，他们几代家道的智慧在里面。了凡先生的父亲、爷爷，通通是预知时至就走了。无疾而终，往生极乐世界哦。所以师长有说啊，了凡四训要读300遍啊，重要修学的基础啊。那我们就要反思了啊，师长让我们念300遍了，我们念了没有啊？我们现在都比较着急，别人有没有干呢？别人有没有做啊？其实最要着急的是我们得带头做啊。好，那陈德师也感谢啊开基法师的勉励。当然也要做一点调整陈德的身体更硬朗了再调回来2个小时好那我们呢，面对当前的社会啊，越感觉学经教的重要，
因为理得心才会安。人理不透彻，理不清楚，一遇到事啊，就会随顺自己本来思维的惯性，生烦恼了。大家有没有感觉今年呢、啊？天灾人祸啊，频率又更高了。看今年天气呀、啊，有些地方太热，有些地方太冷，有些地方水灾，有些地方干旱。世间无常啊，国土为脆啊。这八大人觉经里面讲的，我们怎么安心呢？被这些境界所转了。要教育好下一代啊，我们的心呢、啊，安定。境界影响，这个我们要展现给孩子学生看哦。处变不惊，临危不乱。我们的孩子什么时候学处变不惊呢？临危不乱呢？我们什么时候教给他们？随缘妙用，随突发的事件，妙在哪？妙在我们不被这个境界转，心安定的下来。我记得921大地震呢、我们家住在12楼啊，它晃得挺厉害的。结果我父亲啊起来了，到了我母亲呢的房间，一看我母亲啊坐在那里念佛了，我父亲啊又跑到我的房里啊，我呢也是坐在那里念佛啊。我父亲啊对着我们说了，你们不怕吗？哦，所以这个遇到晃得这么厉害，住那么高，跑也不一定有用。哦，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是把念佛排第一啊，这样很可能就给父亲给家里人留下一个的印象了。好，所以我们呢每一个当下呢都是在教育孩子，所以我们的心安不安很重要。小孩的敏锐度啊，比大人高多了。大人的烦恼越来越多，贪欲越来越多，放不下的事越来越多，小孩单纯，受我们的情绪影响很大，就像我们这几节课跟大家一起交流的
人的性情啊，为什么受母亲影响最多？你看，在胎中很敏锐啊，生出来三岁以前很单纯，母亲好的能量磁场，他随时都在感受啊。所以我们要定得下心呢、啊。哎，我们看，哎，孩子很急躁，啊，我们要问问自己，自己急不急呀、啊？啊，一切炎痛都要安详啊，时差久错啊，只为慌张。这个不能首先是让孩子背，让孩子做啊。首先我们当父母老师的啊，得要先做啊。为学第一功夫啊，要降得浮躁之气，定下来。真的，我们的心不定啊，读再多的经啊，听再多的经啊，经没有定下来，也是囫囵吞枣啊，走马看花。一句时时放在我们心上嘛。啊，重实质啊，不是形式，不是表象啊。我每天都在听经啊。哦，播经机24小时还都播着呢。哦，现在科技啊给我们很多方便哦。可是事物都有一体两面哦，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哦。科技很好，播经机随时会播哦，是好处吧，很方便哦。可是啊，很可能我们听经的专注恭敬，啊，以前没有这些科技啊，我们看李老那个时候啊，有人每个礼拜坐几个小时的车啊，就为了听李老现场讲经呢。哇，我们看那种恭敬珍惜的程度啊，现在很方便的、啊，越方便越觉得啊，反正一上 YouTube 就有了，很方便了，明天再听吧。哇，这个明天就厉害了，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啊。我们假如都是明天再听哦，就感受不到啊。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啊。那种对法的至诚恭敬的求法态度啊，出不来了。啊，佛陀那个时代有一个他做事业的人呢、啊，哎，当他听到啊，有人给他介绍，哦，有大觉世尊呐、啊，彻底明白宇宙人生呢、啊，他听了很向往，哎，放下世间财富啊，以最快的速度啊，去寻找佛陀啊。皇天不负苦心人，他找到了，啊，然后就跪下来，
佛陀啊，请你给我开示啊，人生真理啊。哎，当时候啊，佛陀在托钵啊，跟着学生，佛现在在托钵啊，等托钵用完斋了，再来给你开示嘛。这个人对无常警觉性很高啊，哀求佛陀啊，可不可以现在就给他教诲啊？哎，顺了，真的给他说法，他证阿罗汉果啊。哎，结果就佛就去托钵了，他离开那个现场啊，就被牛给撞死了，可是他证阿罗汉果了，他不搞轮回了。大家想一想啊，假如他没有坚持佛给他说法，他就轮回去了呢。为什么他命中注定了、啊、他那个命债要还呢、啊、他被牛给撞死了。我看到那个最近啊，好像有那个流通的视频啊，有一只牛啊跑了好远的距离啊，在那个柏油路上跑啊，速度很快啊，跑跑跑，看到一个妇女啊牵着摩托车啊，他就撞那个妇女啊，撞到他那个摩托车都坏了，继续撞他。哇，你看这人群，成千上万的人在马路两旁，他以飞快的速度去撞这个女的，什么原因啊？都有冤有头啊，债有主啊，因缘会聚时啊，业报就要现前了。虽然确实这个女的也很可怜的、啊、菩萨为因啊，众生为果啊。哇，那最近我又看到一个短视频了，一个小孩我看是一两岁而已啊，走在路上，有一只狗跑出来了，有一直咬他，旁边这狗主人都出来了，拿着东西打他，他还继续咬。哇，你看这个冤结铁定是在前世啊，这个小朋友又不认识这只狗，他怎么这么对待他？哇，看了真的头皮发麻。佛门讲啊，随缘消旧业，不造新殃啊。你再造新殃，又要还债，又要轮回啊！欠命要还命啊！哦、你看他都在畜生道了，他还来讨命呢，不能伤害众生啊，不能吃众生肉了，吃他半斤了，还得还他八两。
不能欠财物，不然还得要还的。太上感应篇汇编里面呢有一个故事啊，有一只驴啊，别人都不能骑啊，只有他的主人家的这个子啊才能骑他，其他人要骑的都被他踢开了啊。那非常巧啊，这个乡里面呢只有一个人呢接近他不会踢他啊，结果居然还让他骑啊。啊，结果呢好像骑了200多公里啊。结果骑的那一天晚上啊，路途比较远嘛，那一天晚上啊，这个骑的邻居啊就做梦啊，就梦到啊这一只驴啊跟他说啊，我前世欠你多少啊，明天呢啊再过几十公里啊我就给你还清了。好，然后这个人呢就问这个驴了，那你到底是欠他父子多少啊？这个驴说，太多了，太多了，就很痛苦，不想说了。结果他梦醒了，隔天呢，他继续骑啊，骑骑骑，骑了几十公里啊，突然那个驴就把他摔在地上了，哇，印证了他昨天的梦了。哇，真的，你能骑他多少啊？那都是前世的债啊，债还完了，他不理你了。好，结果还有路途啊，他就跟这个驴沟通了，不然这样好了，你再送我多少啊？我回去啊，只为你。这个驴考虑了一下，好吧。哦，就后来还送他了啊，但是以后要骑啊他都不答应了。所以这个众生之间呢其实都有是前世的这个因在啊，所以到会到这一户人家来啊都不可能没有原因的。四种关系啊，你看连畜生呢、到了这一户人家也不离开这四种关系。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所以不能欠啊，钱债不能欠啊。真正明白的人绝不占人家一点便宜啊，这个世间哪有便宜可以占的，只有愚痴的人不真相的人才去占人家便宜。我以前看过一个事例啊，就是有一个朋友很困难啊，这个人去帮助他，结果当他朋友有钱了呢，就是不还他钱，他都气到都快忧郁症了，没法接受啊。后来呢被人家催眠了，结果我就回到前世了，了解到这个朋友为什么有钱不还他了，因为他前世啊去住一家旅馆了，住了很长时间，跟老板比较熟了，人家也没有要他钱，结果住了很长时间呢，老板死了，
他就想啊，那我住多久啊？没人知道了，他就没有给钱了。结果经过了好多事，好多事啊。他以前欠那个钱呢，我看呢，可能还要加利息，啊，还要考虑通货膨胀的问题呀，啊，结果到这一世呢，那个老板变成他朋友了，难怪，啊，给他借钱不还他，都有前因的，啊，所以钱债不能欠。还有一点呢，情债也不能欠的，不能呢占人家感情的便宜啊，那都要还的。好，所以随缘消旧业哦，欢欢喜喜还债啊，欢欢喜喜还呢，说不定对方呢被你感动了，算了，打你八折，后面的不用了。哎，人同此心啊，心同此理啊，你还的干脆一点了，痛快一点，说不定还可以打折哦。啊，所以真正明白这些道理了，理得心安了，不再造心殃了，多跟人家广结善缘。甚至于心量更大一点，广结西方的缘，跟大家结缘都是为了同生极乐国。这一句回向文是念真的，不是念假的。真的，亲戚朋友再好啊，善恶祸福追命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啊。真正珍惜这一份情谊啊，姻缘，那应该是但愿人长久啊。唯有念弥陀，种同样的因呢，结同样的果嘛。啊，所以以后赏月哈，也是个姻缘啊。啊，就不要念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了啊。这个会容易起感情啊，应该但愿人长久，唯有念弥陀，亲眷永团聚啊，亲戚朋友永团聚啊，法界逍遥游啊，啊，跟着阿弥陀佛到十方刹土度众生呢。人白因果了，天灾人祸啊，心不恐惧了。尤其啊，佛啊讲《金刚经》讲了22年了，啊，讲《大般若经》22年，《金刚经》是大般若的精华。那般若啊，是大乘佛法的核心了，教我们什么？道法师慈悲啊，给我们总结12个字：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生死啊都不可得，那真正知道啊，生死都不可得了，那死就不可怕了。没有死啊，哪有死？换一个身体而已啊，更重要的是要换什么身体啊？人死都不怕了，那还要怕什么？
哦，所以真正把这些教诲放在心上了，心是安的。哦，我感觉这个佛陀很慈悲啊！你看，在《无量寿经》呢，都给我们一个定心丸呢、啊。假使大火满三千呢、啊？大家想一想，大火满三千，那比核子弹还厉害了，是吧？三千都是三千大千世界都烧起来了，那比核子弹还厉害了。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威德悉能超，这佛讲的呢？佛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所以灾难再大都不怕，只要能把这句佛号提起来，成佛威德悉能超。好，阿弥陀佛马上加持，马上就把我们接走了。哦，所以师长老人家讲经的时候说，人家要杀我还命债不可怕，为什么？让我早一天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呀、啊！那这一句话就真正听进去了，面对真正人家要讨命了，那他是来送我去极乐世界，也没什么好怕的了。所以佛经可贵啊，真安我们的心啊。金刚经里面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应该这样去观察宇宙人生啊，人生啊很短啊，就像什么肥皂泡啊，小时候我们都吹过肥皂泡啊，哇，好几个圈圈出来了，没几秒钟嘣没了啊。其实天人看着我们的一生呢，不就像这个肥皂泡吗？啊，忉利天的一天是我们的一百年，人家一天还没过完了，我们就已经走了。所以天人看我们也很可怜的。其实你看，我们看看那个蜉蝣，不到一天就死了，我们一看它，它也很可怜了。所以常常思维佛的梦幻泡影露水啊，电闪电，我们人生几十年很短暂的、啊、有什么好计较的呢？那个短就像什么闪个电没了，这个人走了，白驹过隙啊。哦，这个看破啊，梦幻泡影，看破就放下了，不会苦苦去贪求啊。真的要努力那个带得走的啦，那么短暂有什么好留恋的呢？法身慧命啊，才是长久的。往生极乐世界，彻底解决轮回问题啊，才是真实的。真的要教我们的孩子学生呢，在现在这个时代安身立命啊。
不简单哦。啊，我请教大家，什么时候教孩子面对生死问题？你说他还小啊，哎，他还小，他可能要面对他爷爷奶奶去世呢。他身边亲人去世，他怎么理解啊？那可能会造成他心里的疑惑啊，痛苦哦。哎，承德什么时候面对生死的恐惧啊？不解啊，初中。我念初中的时候，我的大姨丈去世了，他是很好的人啊，脾气啊，这么好的人突然车祸走了，我几天睡不着觉啊，一想就难过，想不通。你说那个时候假如这个大人能理解我的心情，好，因为那个时候家里也没学佛啊，所以学佛重要啊，有福报啊。最后是自己啊，说服自己的。哎呀，可能他到更好的地方去了，我才睡得着觉呢。所以承德自己当时候教小学的时候就有跟孩子聊过生死问题啊。诸位同学，你的脚踏车坏了怎么办呢？修啊，修了不能再修了怎么办呢？换一台啊。那孩子回答的都很快啊。我说那诸位同学，身体坏了怎么办呢？看医生呢，治病啊。那假如坏到了没法治的呢？我们从脚踏车就延伸到跟他谈这个生死问题了。哎，科学家啊，轮回转世的科学证明啊，当然我们。前提啊，每个宗教可能对生死看法不一定完全一样。好，我们尊重每一个宗教。哎，科学家呢，针对这个有做这个实验啊，哎，大家可以听听，参考参考。啊，我们不要一讲话的态势就像传教士一样。哦，到时候这个家长里面又有宗教不同的。说实在的，世事无碍啦。好，不要说外在有这些情况了，好像我们就很难做什么事了。我们心里没有这个爱呀，就能把世事无碍用出来了。以他们能接受的方式、言语去谈。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好，所以我们处在这个时代啊，能够安身立命啊，真的要感谢善知识的恩德啊。啊，承德假如没有遇到师长老人家，那我也是短命了。我假如去做生意了，可能现在就不一定在这个时间了。被师长引导到来做教育工作了。所以《法华经》说，善知识者是大因缘。
所谓化道令得见佛啊。我们珍惜师长的教诲，善知识的教诲，不要说改变命运了，能当身成佛啊，化道令得见佛啊。啊，经典善知识教导我们，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啊。啊，这个佛经都不能划过去啊，现前当来啊，不是临终当来哦、啊。必定见佛，去佛不远啊。啊，莲池大师啊，他要往生的时候就有讲了，啊，他已经见到极乐世界好几次了。啊，老法师啊，给引导我们，给我们信心呢，提到海贤老和尚，可能他念几年呢，是一心不乱，证阿罗汉果了，再继续念，念到差不多40岁，理一心不乱的，这个明心见性了。所以他老人家自己讲，我什么都知道啊。哇，这句话不是明心见性不可以讲的。没有到那个境界讲我什么都知道，那要堕阿鼻地狱的。那不是开玩笑的啊。哦，他老人家自己也讲啊。我叫老佛爷带我走啊，他不答应啊，那代表他是见到阿弥陀佛了，他让我在世间表法，那活到112岁，而且最后最重要的，拿着那一本《若要佛法行，唯有身战身》。这一生第一次主动要人家来给我拍照，然后3天之后就走了。那身战身重要吧，肯定会几本重要啊。他这么一照那一张照片，肯定汇集本，肯定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肯定师长老人家专弘汇集本的，他们都是配合阿弥陀佛的教化的，所以师长都是劝我们这个把身体借给佛菩萨用哦。那我最近呢，去这个采芸豆啊，采黄瓜，一天采个1个多小时啊，睡觉啊都梦到啊在采啊。我就在想啊，我为什么都梦不到佛？因为我都没有忆佛，忆佛念佛，现前当来是真的啊。你看，你专注做一件事情啊，你看你在梦中都会想到，哎呀，惭愧的不行了，平常念佛太少了。哎，这真的60%都在说法。发生的事情啊，都在启发我们。那我们体会到云谷禅师慈悲啊，智慧啊，我们体会到善知识重要啊，那我们自己啊，
也要期许自己啊，可以成为他人明白宇宙人生真相的真上缘、助缘。我们也要做人家人生的贵人呢。我们要效法师长老人家一生教学不中断的。老法师是学释迦牟尼佛啊，我们今天学祖师道啊，学佛要学释迦牟尼佛，这师长教我们的。学儒要学孔子啊，学道要学老子。我们仔细去观察师长老人家真学释迦牟尼佛，真学孔老夫子啊。那我们非常遗憾的徐景明老师6月27号往生了。农历啊5月29号。当然了，我们非常有信心呢，他老人家一定是往生极乐世界。一定是上品上生呢。一生弘化真的跟佛陀一样啊，跟孔老夫子一样。学而不厌啊，诲人不倦啊。李老勉励我们学人要翻破几本字典啊。我们不能翻破字典啊，不够谦虚了。做学问不够谦虚啊，不够下功夫了。我们也很感谢我们台中联社这些师长们。他们把李老的这些行仪啊做成短片，好让我们缅怀啊，让我们学习，进而啊，我们要效法。他老人家做学问的认真，好学近乎智啊。力行近乎仁呢，非常仁慈啊。我们有机会亲近他老人家呢，就体会到温良恭俭让，温和善良。温文儒雅到他们身边呢，心都静下来了，恭敬承德有幸曾经亲近过醒公第一次到醒公家拜访。醒公就在他们家巷子口就站在那里等我们了。当时候都70多岁了。那个都是20年前的事情了。
哇，你说这样的行仪啊，我们终身难忘啊。哦，而且教学真是毁人不倦啊。论语讲了40年了，易经讲了20年了，这真的都是我们从事教学的表率啊，是我们的榜样啊。所以责人日已远呢，典型在树习呀。啊，他们这些风范呢，我们放在心上效法。啊，他们的教诲啊，留在世间，我们随时可以清静学习。啊，风言展书读啊，啊，古道照颜色啊。哦，那当然，我们效法善知识们呢，也不是从相上学的。了凡四训有讲啊，根心则真呢，习机则假，不能只是学相上而已。啊，目贤当目其心呢。要从他们的心地上去学，心境上去学，甚至要观察得到他们的考虑在哪里，进退应对分寸在哪里。哦，比方说我们要效法哦，师长老人家醒功啊，他们诲人不倦的讲经不中断，这醒功啊，95岁啊，一个礼拜还讲3堂课啊。哇，这种精神真是令所有听课的人，我看是终身难忘了。他们真的都是以自己的老师啊，为标准呐。哦，我们看李炳南老师97岁，被学生抬上去。讲经了，李老讲到了，我活一天，我讲一天呢。但愿众生得离苦啊，不为己身求安乐啊。但师长醒功，他们对承德来讲是爷爷辈的哦，承德是孙子辈的哦，2代人哦，他们的成长背景跟我们一不一样。不一样哦，他们都是经过战火的洗礼哦，人经历过那些事情了，悲天悯人哦。他们的父母都有传统文化的教育，他们的胎教，他们的家教，
跟承德这一辈的不一样哦。哎，我们学习啊，也要善于观察因缘，善于观察客观条件呢。所以跟大家在交流这个十年因缘啊，师长江他跟李炳南老师学习啊，整个过程啊，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把重点给我们点出来了啊，每一段其实对我们修学跟教学都是关键的。比方说，师长老人家跟着李老说三个条件，承德就思维了，连师长这样的基础的都要守，我根本没基础啊，我再不守能学得成吗？这个是我要观察思维的。师长又讲到了啊，我们佛门培养弘法人才富小作啊，这个方式真正成就我们什么？成就我们的耐性啊。一个人事业成就大小跟耐性成正比啦。其实古人这个方法有时候我们不能体会深意啊，看表面的觉得很笨拙啊，那是看得不够深啊。你看首三个条件看起来哇，有点跋扈吧。但是啊，我们不熟啊，很难得清净心啊。你学的再久，20年、30年，我们得检查检查，我们心有没有越来越清净了。真的，师父领进门了，修行得要靠个人呐。我记得，我到了一个道场，见到一个70几岁的老人家，他看到我，我当时候还不到30岁呢。那都是我爷爷辈的了。他说我听老和尚讲经很早啊。老和尚明以前呢，我们都在那个景美图书馆呢听老和尚讲经呢。其实我当时候一听都感觉印象深刻。我们当老和尚的学生呢，会不会开口说老和尚还没出名以前我就听他讲了，我们会去谈老师出名前出名后啊，恭敬跟出名前出名后有啥关系？你遇到再好的老师，清净时间再长，不恭敬得不到好处的。而且那个话里面就有在炫耀啊，对我们这些小朋友在炫耀啦。炫耀是名闻利养的。当然啦，可能这个老者是极乐世界来提醒我的，因为我也太好面子了。
所以守三个条件呢，那是真正对老师的恭敬啊。好，那这副小作培养耐心啊，培养谦卑啊，谦受益啊。四大烦恼不容易调伏啊，有一个我慢啊，我们的谦卑没有养成呢，这个我慢迟早要起作用的。所以这个方法学谦卑啊，学恭敬啊，就是透过这个方法，把我们最重要的修养培养出来。没有恭敬，没有谦卑，没有耐性，讲得好，那也是一时的。一个弘法的人，讲了十年、二十年，最后被财色名利诱惑住了，那后面的流弊就很大了呢，甚至会让人家被误导了，甚至会让人家丧失信心哦。所以师长老人家为什么说扎根重要啊，一条龙重要啊，诚德感受啊，老人家这个语重心长背后是什么？背后是老人家培养学生六十多年，老和尚出家就在讲学，就在教学了，看到太多啊，根基不牢出状况的。师长说到啊，不能怪他们了，因为他们不是从小扎根的。古人从小学啊，都不一定抵得过名财色名利。现在这个时代的财色名利比古代不知道多多少啊。所以古人的考虑，师长的考虑很深很远。古代出来弘法是开悟的人，出来护法是弘法退休下来的人护法，哎，这个都是因缘哦。现在呢，现在弘护的诱惑挑战比古代大多了，可是我们没有开悟，我们也不见得有办学的经验呢，我们又要哄，我们又要护，特殊的时代啊。但是不要我讲完了都不哄不护了啊、哦！有佛法就有办法，但是有配套措施啊。所以我们这几代人弘护啊，真的要高度的警觉性啊，不简单啦、啊。哦，就像刚刚陈德提到的，啊、哦，善知识们表演讲经不中断哦，可是我们不能学相上哦，他们德行基础很厚哦。从小就不为自己想了，没有自私了。那陈德从小在都市成长了，这养成的习气很多了。啊，请问这个习气是上台讲几堂课习气就没了？有时候不小心啊，越讲习气越重。
这个讲着讲着，好为人师的习气就上来了。人皆好为人师啊，这个是孟子的提醒啊。师长老人家他们德行戒定功夫很深啊，他们讲经是从定中啊流出来的。这个不是成德达得到的，差远了。虽然都是在讲学啊，向上都是在讲学，内功差天天嘛，差很多的啊。一个修学的人，甚至于是弘法的人，都要有自知之明啊。自知者明啊，不然会被自己给卖掉的。所以讲学之外啊，修身为本啊，得要实修才行啊，得要改习气啊，得要念佛啊，得要听经啊。黄念祖老居士讲了，定须习啊，要习定啊，慧须闻啊，要闻法，要定慧双修啊，定慧等持啊，这都得下功夫了。一门深入，常时熏修，读书千遍，其义之见，这是教学的理念跟方法，这都是戒定慧具体的操作啊。我们没有这样下功夫，要有戒定不容易啊。那承德自己想想啊，啊，我当初啊，20年前啊，就是因为听了老法师的一片光点啊，他说谁愿意8个小时听经，8个小时念佛啊，欢迎到我们晋中学院来啊，没关系，我们上下铺都住得下。好，我一下就冲过去的。啊，这么一晃啊，20年过去了，好快哦。听经是也听得很少，念佛更少，这个下的戒定功夫啊，远远不及呀。所以我们跟善知识他们是从禅定当中流出来的法语，那我们自己没有这样的禅定功夫啊，所以下了讲台啊，都得要实修才行啊。哎，今天我们跟年轻人说，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这个年轻人说，请问法师啊，你《无量寿经》念了几遍呢？你的《论语》念了几遍呢？啊，哇！那我一被这么一问，先喝杯茶啊，啊，这叫顾左右而言他，这个是应付虚伪的行，这样不对啊。哦，那我们这么一被问呢，自己都没下过这种功夫啊。那不行的。哦，所以学师长学醒功呢，也不能再向上学，都要很清楚
以他们为榜样，看到我们自己的学处，那哪有说下一天功夫就界定的？有恒为成功之本呢、啊。所以，陈德觉得自己呀、啊，要更多的功夫啊，要下在修啊戒定慧上啊。那也很感谢大家信任，给陈德这个机会啊，跟大家一起学习。那陈德也会珍惜这个机会啊，然后更在戒定上啊也要下功夫，才好啊，更好的可以供养大家。好，那今天呢时间到了啊，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谢谢大家。大众请合掌。礼谢法师慈悲授课，顶礼法师三拜。不为礼。阿弥陀佛，感恩法师，恭送法师。免送。阿弥陀佛。好，谢谢大家，大家好好休息，夜梦弥陀。好，再见。